坚强。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are to dream really do come true. Someday I'll wish upon a star and wake up where the clouds are far behind me. 给你我的手，想起我的那些话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。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，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。随着冷的时间，叫蚊子，叫星星属于也是属于温柔型的，跟蚊子很像。但是最美的 girl 还是金文星，嘿嘿嘿。好，选，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个风格的女孩子？我喜欢金文星这种风格的，很温柔的，很舒服的。哦。金文星美，昨天金文星来简直美爆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汪瑞，萌萌哒，汪瑞，性格很好，哎呀，完了，性格好，唱歌好听。我最爱的人，最会撩妹，最喜欢撩妹，他连张小玉都想撩。干嘛？打我干嘛？啊！你每天亲了多少人？你知不知道？你自己有没有数啊？真的是，听说你刚刚还亲了九九。啊、哦！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啊！娘子，出去。娘子，好。上午的那个衣服没有收。再见。听说你亲了别人。听说你跟别人抱了五分钟。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看。你看看，你们看一下、啊，这就是你们喜欢的汪瑞呀、啊！什么鬼？看看看看看看，谁啊？你在说什么？听说你抱了别人五分钟呢。哦，你是我的，快跪下！好，马上跪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你真这个，哎呀，啊，我没有原谅他呀。从此形同陌路。你说啥？你说啥？从此形同陌路。就会装可怜，好过分啊！真的好过分啊！我给你唱首歌。不要，拒绝。嗯，行的。我的琴摔了，断掉了。啊！必要这样吗？
你忍心吗？为什么不？从此就没有瑞文 CP 了，再见。原来叫瑞文的，好像是这样吧？你们也太没创意了，太没创意了吧？你还抓紧紧握住猴子的手，还摸他的腿，你还把二哥抱在怀里。天哪，你占有欲也太强了，宝宝还都记得哇！你还亲了 Rita。夜晚星人，丁福尼是我大哥，他只是叫着玩的。猴子不属于我。二哥，你是我的。李小龙，怎么啦？你知道你是谁的人吗？